听，蒙甲的声音。信仰也是来自心底的祈愿，是岁月像饱和后抖落的雨水，是一首歌像在原地跳舞的时间，或者另一首歌歌颂着自由的可贵。有些声音令我们垂涎，它们来自数十年滋味不变的执念。听累了，在这里饱餐一顿。一个综合水果冰啊。新的力量也在这里重生。那些来自角落的声音，不愿在世代的更迭里妥协；而那些不在边缘的声音，是新的世代不妥协的宣言。你听见了吗？这是蒙甲的声音。